来了。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灰太狼。你去把灰太狼引过来，你怎么把蜜蜂招来了？都怪你们，怪我们？你们把我洗那么干净，还喷了那么甜的香水，当然招蜜蜂啦！要把灰太狼骗回去还真不容易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对了，我们还可以夜袭。这些小羊看起来不太靠谱，不如朕御驾夜袭。老婆，儿子，灰太狼知道朕御驾夜袭，怕得闻风而逃了。床，朕亲爱的床，朕想死你了。睡一下，就一下。抓了两只猴子，就可以问出灰太狼现在在哪儿了吗？你们灰太狼大王有危险，我们是来救他的，快告诉我们灰太狼在哪儿。大王在最高的树，树下的宫殿里面。哇，好雄伟的宫殿啊。可是这么高的宫殿我们怎么进去呢？先上去看看吧。这个不是宫殿，这只是背景板。住手！不要捉朕！朕不是灰太狼。猴子大王，你怎么在灰太狼的宫殿里的床上啊？那是朕的宫殿，朕的床。计划都失败了，我直接去找灰太狼打一顿，把他惹生气了，让他一路追着我跑回狼堡好了。什么？沸羊羊，你别！哎呀，大事不妙了！沸羊羊的计划错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这里是猴岛，而灰太狼现在是猴子们的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前面的小羊们，你们涉嫌谋害我们的灰太狼大王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举高双手投降。就这样，所以我才担心啊，哪有当众打了人家大王还能跑得了的？飞扬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都怪我乱来。怎么办啊？我们会被灰太狼吃掉吗？大王，行刺您的小羊已经带来了，如何处置？不要吃我呀！罚他们去种香蕉。还好是种香蕉，不是吃了我们。我不干了，我宁愿被灰太狼吃了，也不要种香蕉。
尽快干活，女人没有香蕉吃。你叫什么累啊？你都快吃掉大半个香蕉园的香蕉了。吃东西也要力气的嘛，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我去看一下情况，可以的话一会儿我们就回羊村找村长帮忙。灰太狼究竟跑哪儿去了？啊，站得高看得远，去树上看看。灰太狼干嘛在这里就不走了呢？待在这里月光好的时候，这棵树上可以隐约看到远处的狼堡。那为什么不回去呢？亲爱的老公。老婆，你不是讨厌我吗？永远也不想见到我了吗？老婆，你听我说呀。我讨厌你。我好想你和儿子啊，老婆，老婆。可是我不敢回去，我怕让你更讨厌，我怕再惹得你和儿子哭。可是我真的好想你们呐，老婆，儿子。喜羊羊，我们打扮成这样骗灰太狼回家，行得通吗？放心吧，只要红太狼和小灰灰出场，灰太狼一定会乖乖地跟你们走的。实在不行，就用昏睡药水迷昏他，我们一起把他抬回去就行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走吧。啊，老婆，儿子，老婆，你还没有原谅我吗？我是不是又让你讨厌了？那我这就离开。我灰太狼，你还想要去哪里呀？去哪儿？去一个我可以看到你们，但不会让你们看到我的地方。哪有那种地方啊？灰太狼，快跟我们！你叫我什么？爸。小灰灰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原谅爸爸。爸爸没用，以后就让你妈妈照顾你吧。你要听妈妈的话，做一个乖孩子。爸爸走了。那这下怎么办啊？那只可恶的狼跑了。我朕又回来了。怎么还有两只狼？可恶，你们别想抢走朕的王位，朕才是正版的猴王。是病猴呢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
总算抓到灰太狼了。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爸爸，我好想你啊。老婆，以后就算你再讨厌我，为了保护你和儿子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儿子，你饿了吗？爸爸马上给你找吃的去。不要吃我，我三天没洗澡了。把身上的香蕉通通交出来。儿子，老婆，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。老婆，来吃吧。你怎么不吃啊，老婆？有羊你不抓，抢一堆香蕉回来，你想当猴子吗？啊！哎呀，我忘了抓羊了。老公，你一定要回来呀！